哎，画这个吧，来，谁画这个啊？三、二、一，这个。是有限制的。吴亦凡。都不想要他们的画了。哇，全画得很像哎。一声叹息，好了，放起来。我真的只能说，涛除了很可爱之外，很有画画的天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！七点吗？帮妈妈好好画。七、六、五、
五四三二一，十点到，来 break， 来累，画的这个四不像，请你做出回答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底下的朋友不要提示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从牙齿来看，好像是鳄鱼。这样的牙齿啊，哦，本来看这边像乌龟嘛，这边像乌龟的嘛，但是乌龟没这么长，应该不小心画长了。其实乍一看有点像那种古代的那种已经灭绝的生物，所以你最后答案是鳄鱼。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画都转向观众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陈。画的勉强说它是一只鳄鱼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很可爱。然后呢，秀画了一个包子版的鳄鱼，好吧？失唱了。重点哦，重点都落在了鹿晗身上。鹿晗画了一只乌龟，鳄鱼啊。哦，鳄鱼的腿骨折了是吧？啊，然后呢，涛啊，我觉得 Grace 跟涛是有默契的，这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。就是涛画的像一个毛毛虫一样，可是 Grace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鳄鱼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每次都把重点画出来了。你觉得我不画这个牙的话，啊，我不画这个牙，怎么认识我这个鳄鱼？我觉得人生中啊，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于，觉得说大家是因为看到他的牙，而人家问了句这是牙吗？所以，哎，当时 Grace 看了这个涛画的这个之后，有没有想放弃的感觉？有。但是你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想象力，画成了这个乌龟跟鳄鱼都这么像的东西？我觉得还挺像的，挺像的。好的，那我要接下来宣布一下这个正确的答案了。正确的答案就是鳄鱼，恭喜！好的，我们只剩最后一道题了，重点就是大家不要提示，然后我让涛来画第一个，来。